说这客栈之中谁最有可能盗取明珠？若你的名册无误的话，那就是他了。我看他面生，他也不在这名册之上，若说有嫌疑，只能是他。等下，我只是路过的，我叫陈耀光，我就是个账房。哎，箭头叫严茂，就在新长方，不是你们可以去找他问个明白。不是我，也有可能是他，他也不在那名册上。公子，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。我是店家呀，我咋可能在名册上嘛？我在此地开店十年了，公子你是晓得的呀。知人知面，背离之心啊。哎，公子，冤枉了，公子！哎呀，等下，是。哎，快爷，我是冤枉了，快爷，快爷，我是冤枉了呀，快爷。人抓到了，明珠呢？算盘，给我。拿来。官爷。内在其中。算盘，这是他的，我就说了我是冤枉的吧。公子，不是我，公子。哎哎，公子，你干啥子？公子，公子，我真的没有拿，公子，我没有拿。啊！你看，他才是贼。这个不是我的，他才是贼啊！这个不是我的，这个不是我的，我是冤枉，我是冤枉的啊！这不是他。拿水来。官爷，你看这上面一层油垢，这是掌柜的日常劳作的时候用过的剑，而那个算盘是那个家长和先生的，他掉包了。人赃俱获，这才是真相。大爷，我偷盗十多年，没想到来了长安城，在你们手里了。人赃俱获，给我带回去。是是是是。走，快走。官爷，那个逃兵可否网开一面？